哇哦！来，小花跟大家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庆云科技大学小花。好，那请帮我们噔噔噔支持小花吧，庆云的朋友。好，那我们先请小花来帮我们走一段台步。小花，黄明蕊，来自青云科技大学应用外语学系，154公分，38公斤，曾担任彩妆新娘造型模特儿，擅长羽球，曾经获得羽球的冠军，兴趣是运动唱歌。啊，谢谢我们可爱的小花。我对小花特别有好感，是因为我们高度差不多，因为主持人跟小花的高度相当的类似。哎，给我们小花，小花掌声鼓励。掌声。好，接下来欢迎是我们的二号略略曾同学，请上台。曾嘉荣同学，掌声跟尖叫声。哇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青云科技大学，还记得昨天的云贝鲁吗？我就是身旁的那个女生。嗨，大家好，希望等一下会喜欢我的表演哦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看到他身上闪烁的 LED 灯，上面就是他的名字。略略，请让我们开始台步的地方。哎，略略，曾嘉柔，来自青云科技大学应用外语学系，164公分，44公斤，曾经担任过校园亲善大使，擅长布匹舞跟民俗舞蹈，兴趣是喜欢做瑜伽、唱歌，喜欢跟大家交朋友，也喜欢吃饭聊天。啊，活泼的略略，希望大家投他一票。哇，紧接着想要上台的是我们 Hicks 萱萱。